今天又是日常的巡视呀。我的机械翼龙真是牛，速度快不说，还搭配了高清摄像头，我远在基地里就可以探测到远方的情况，相信在我的治理下，这片区域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。我去，这是个啥？我得赶紧去找浪小子。总之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浪小子，你说句话啊。啥呀？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哎呀，我在听着，我这一期变成石像鬼，所以经常愣神，理解一下嘛。反正你的意思就是，你今天早上派遣机械翼龙去巡视，结果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城市，是这样吧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也是第一次往那边进行巡查，毕竟那个区域比较荒凉，根本不可能有恐龙能生存下去。所以咱们是不是要去那个城市看看啊？当然要看看了，我能够在这个大陆混得风生水起，自然靠的是谨慎谨慎再谨慎，所以一点风吹草动咱们都得过去调查一番。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你能活到现在靠的是逃跑的快呢。少贫嘴了，咱们准备过去吧。瞧，就是那个了。哇塞，确实很离谱啊，这个城市的建造材料非常的奇怪，设计风格也有点过于现代化了。哎，不对，已经远超现在，属于赛博朋克了呀。你们看，还有飞天列车呢。别瞎看了，快跟我火速进去。好嘞好嘞。降落成功。哇，不是，你快看，这也太牛了吧，还有虚拟跳舞的小人儿。一般，这种水平的科技我用脚趾都能做出来。咦，都已经100多级了，我咋没有在咱们基地见到过这么好玩的东西？不对，你看那是啥？我去，是机械伊特龙，看来他就是这个城市的守护兽了。来得好，给我松松骨开整。不堪一击，发现入侵者，准备进攻。完了呀，这玩意儿看起来比刚才伊特龙猛多了，咋办呢？这个时候想到我了呀。给你，这是我最垃圾的进化药水了，随随便便虐一下他们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博士啊，没想到你胜负欲这么强啊，看到这么多高科技产品，一下子就对这个地方的科学家产生了攀比心了呀。少说两句，赶紧进化。哈哈，没想到博士还这么傲娇呀。好了，开始进化吧。进化成功，毁灭公爵。靠着邪恶博士进化药水，我从低阶恶魔石像鬼变成了高阶毁灭公爵。我身上的翅膀已经褪去，但是取代而之的是我强壮的身体。尝尝这个。秒杀。再来啊，来多少我都不怕。不要再打了，主人想见你们两个。这个城市居然还有主人。好，不是，咱俩去看看。果然是你，我的老朋友，原来这个城市是你的手笔呀。哈哈哈哈，博士，太好了，没想到还能和你相遇。他俩还是老相识。浪小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老朋友寒冰老人。我俩曾经一起走外面游历学习过，跟我有
过命的交情。这个呢，是浪小子，我的助手，我俩现在正在寻找能完美复活生命的技术。没想到博士你还在寻找这个呀，不过我打听到了一些线索，你知道六大领主吗？嗯，六大领主那是啥？六大领主吗？我知道了，只要给我六大领主的金魄，我就能让我的实验更深一步，说不定就有机会。好，明白了，浪小子，咱们走去狩猎六大领主。哇，明白个锤子呀，啥是六大领主啊？咋我就不知道呀？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？